3月1号，张艺兴在微博晒出三张健身房的照片，写道：大家好，我八块腹肌准备好啦，开玩笑的哈。照片中张艺兴穿着黑色背心，大秀手臂肌肉线条，荷尔蒙爆棚，粉丝们纷纷留言：你举铁了，张艺兴，奶星不见了，哥哥你人真好。连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愚人节也不想愚弄大家，所谓的八块腹肌准备好了只是博大家一笑。对于如此可爱的张艺兴，老已经被他给萌倒啦。芒果了新闻，今年艺兴的个人演唱会上说不定能解锁八块腹肌哦。